要这样子吗？是要这样吧。但手上会也没有关系。有的不会。务农这一块是比较符合我的诉求，因为我希望的是我的工作可以多陪陪我的家人。比如像我爷爷的话，就是那个雪啊，我在猜想应该是他那时候长期使用一些农药啊、化学肥料的关系，所以那时候他的身体就没有了。然后后来妈妈也是因为那个淋巴腺癌也是开刀住院。我不希望说以后我也是这样子生病，然后又把这样一个负担留给我的下一代。你大概间隔几天可以喷一次，然后你喷完之后大概。其实它不是一个在大家口耳相传里面是一个很卑微的工作、老一辈人都会讲士农工商，农是排第二，它其实它的重要性是相对应该是很高的。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事实，就是中盘它一定就是会压低价格去收购你的农产品，然后再提高价格卖出去，当然赚到的钱都是他的。年轻回来务农来讲，我们会是希望就是我们会直接面对消费者。好，下回去哦。好，拜拜。